大家好，我是 Zuki Wong 玫瑰大师，好开心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我以前呢是从事美容院顾问的，已经超过15年了。在偶然的机会下去了国内做投资生意的，最终呢都是投资了很多项目，都是损手烂脚，也都输过过百万的。因为我以前呢是单亲妈妈，有个仔仔，他一岁大的时候呢我已经跟以前的先生分开了，我需要独自一个人养大的小朋友。咁而家仔仔已经超过23岁啦，咁所以咧，我不断咁努力工作，好想俾最好嘅生活佢。咁之前啦，喺旧公司啦工作啦，咁亦都做到好好嘅成绩嘅。不过咧，无奈随着公司嘅不断转制度啦，咁最终咧团队都逐渐萎缩嘅。咁喺做到心灰意冷之际咧，突然间咧有一日，咁我个好朋友咧就打咗个电话俾我啦，咁让我了解Atomy呢个经营理念啦。咁公司嘅产品咧，全部都系生活百科啦，全部都系优质产品。咁仲要听到咧，破行吉会长咧讲啦，想让Atomy咧成为一个让全世界优质产品嘅流通嘅枢纽，成为一个超一流嘅企业，令消费者咧可以以平民化嘅价钱咧用到优质嘅产品。咁同时咧，仲有一个可以有长远嘅被动收入嘅。正线上略咧系会长创造嘅词汇，有三层意思。第一就系正直。第二就是原则，第三就是善良。咁正直同善良咧，先系最高嘅策略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咧正直行善，一切以人为本嘅。我哋更应该咧以协助伙伴成功为大前提，帮助佢哋成功，自己就会成功。以真诚对待他人，咁佢哋咧自然会感受到嘅。Atomy系一间优品良价嘅公司，一间拥有信心保证嘅公司。一间拥有庞大前景的公司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它的产品有信心，对公司有信心，对团队有信心。Atomy其中一个经营的目标就是超越顾客的感动，实现顾客的成功。在Atomy公司不会将顾客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。正如刚刚所说，以真诚对待他人，帮助他们成功，自己就会成功。Atomy提倡小孩的哲学，讲明是妈妈养小孩是为了令孩子自己的成长和成功，就不是要为了获得到什么的。这个概念同时印证了Atomy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感动，实现我们的成功。加入了Atomy公司，令到我可以有一个安享晚年的机会，有一个长远的持续的被动收入，还可以用天然环保无毒的产品，用平民的价钱就可以用到优质的服务产品。另外咧，我哋嘅 Absolute 六件套咧，眼霜咧系40ml嘅，咁呢个产品规格咧喺同类嘅产品中咧，绝对可以称得上系份量超级多嘅。咁其他品牌通常得15ml嘅啫。咁有人问我哋破行吉会长啦，点解唔将个樽咧做细啲啦？咁样消费者咧就用得更快，用完再会再买嘅咯。咁会长就话啦，我哋嘅护肤品。是为了带给会员朋友美丽的嘛。那我多放一些在里面，那会员在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吝啬。那同埋会在每一次使用就会涂多一些的啦。那涂多一些呢，那效果就会更好的。另外呢，很多产品呢加量不加价，例如减肥瘦身奶昔啦，由 55g 去到 60g。那升级版呢比九包装更便宜，令消费者非常之感动，绝对一间良心的企业。超一流企业咧就唔系指业绩大、总部大流豪华嘅企业。咁会长咧曾经有创业失败嘅经历，一家企业咧倒闭咗啦，员工会失业，亦都会流离失所。每个人选择一份事业，都系想长久经营。咁会长咧喺成立之初啦，就系要建立一个能够改写行业历史嘅超一流企业。一家企业咧第一个要务就系要生存。只有企业的存在，企业的员工、经营者才有生存的土壤。好的产品便宜卖，将好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，由于消费者不断增加，经营者、员工就可以有永续长久的经营、就业。超一流企业还要有超一流的人才，我们需要有正直、
有道德的员工和经营者。只有这样的人经营这间公司，公司才可以稳定长久，成为百年企业。最后我也有个座右铭，就是别人成功，个人就会成功。在经营艾多美的事业，永远是团队利益出发为大前提。另外，如果我们要在艾多美成功，就一定要参加公司举办的研讨会、成功学院，借助公司的系统持续学习，这样才可以容易达至成功的。以上是自己的小小个人心得，期待大家在艾多美发光发亮，大家一起加油。